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很多面，有一些做得非常好，有一些还可以进步。你要看我们从哪走过来的，我们在短短那个时间走得多远，走得多骄傲，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随着香港走向由治及兴，在文化及体育等方面的发展势头正劲，融入国家发展的步伐也更坚定。日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霍启刚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就香港青年的成长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文体软实力如何提升等问题一一分享洞见。从小在香港出生长大，霍启刚直言自己的内地情怀源自祖父霍英东。上世纪中叶，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祭祀的情况下，爱国实业家霍英东在香港组织船队，利用自家码头为祖国运送大量物资，为抗美援朝和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改革开放之初，当外资大多犹豫观望之时，以霍英东为首的一批港商率先到内地投资兴业。作为霍家嫡长孙，每逢假期，霍启刚都会跟随长辈去内地经商交流。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港英政府，所以往往以前呢，我们都是先到澳门，澳门再转车到珠海，再转车到中山。所以以前啊，每一次去东山都差不多要半天一天时间才能到，建路、建桥、建高铁、船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1小时生活圈、啊，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回归了25年，我觉得这个人文交流啊，这种各方面的交流还是加强了不少，很多的机遇也。我们香港的朋友也可以参与其中，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蛮骄傲的。回归25年来，霍启刚亲身见证了国家的进步。作为全国青联副主席的他，深谙融入国家发展对青年人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央政府先后印发《横琴》《前海》及《南沙方案》，持续推出多项举措，涵盖青年学业、就业、创业、置业等4业发展。担任多项公职的霍启刚亦参与与筹划了逾100项活动，旨在帮助香港青年认识和融入国家发展。比如大湾区，大家都说，哎，我们融入大湾区，去寻找机会。但是他们会想，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哎，我们到了大湾区，我们能竞争吗？你在内地一年好几千万人大学生毕业，大家都是很优秀。他等于到那儿的人生路不熟，我也不认识，也没朋友，可能普通话也说的不太好，也没有这种内地文化，他们很多担忧。但是我经常提到的，你最实在的方法，你真的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对吧？你香港它你有独特的优势，你有国际的视野，还是有时候跟青年人去聊的时候啊，还是实事求是，你要听他们来讲，你要用你的经验，你的桥梁去帮助他。近年来，随着香港运动员在奥运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获得史无前例的优异成绩，香港社会也掀起一波体育热潮。作为文体界别的一员，霍启刚更关注如何将科技元素融入体育竞技，无论是推动体育锻炼全民化、普及化，亦或是将运动员的训练专业化、规范化。在担任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主席的霍启刚看来，这其中都大有可为。我们未来的体育怎么更好的数字化，怎么通过数字科技可以令到体育更普及化，我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发表的这个未来发展体育的这个规划纲要里边提到的。中国很广，地很宽，我们怎么把这些体育的这种体验不光带到大城市，带到乡村农村，带到不同阶层的朋友都能参与。其实你想想，可以在不同的团队，在不同的地方，甚至自己国家去进行一场公平的比赛。比如说你看到农村也有这些硬件，老百姓也许也可以跟国家队的运动员一起同场交流竞技。比如说我们香港李慧思，就是说我们自行车的运动员，对，他背后呢，原来我去科技大学，他们有一个团队呢专门给他做研发。李慧思呢就去备战的时候，他进去风洞，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模拟场景，他会进行调整。
包括他的头盔啊，他的鞋啊，他的衣服啊等等，其实背后它是很多科技的，体育的科技背后是很多年轻人能参与的环节。谈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定位，霍启刚认为，首要任务是与内地市场做好对接，通过对香港文化软实力的挖掘，让香港故事得到更多人的共鸣和认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觉得首要的任务就跟内地怎么更好的对接，就是说怎么把香港的文化界有才华的团体人才到内地真的进行合作发展。让他们可以分享内地文化市场的红利。在内地，很多我年纪的都是听着香港广东话歌长大的。我太太还会背那个红日呢，对吧？这些都是很多童年的回忆。但是我们怎么可以也利用流行文化，利用电影，利用这种一种软实力的建设，来得到不同朋友的认同？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长远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要多方的一起合作，才可以做到1+1大于3，对吧？作为一对拥有3个孩子的明星夫妻，霍启刚和妻子郭晶晶的生活日常也备受网友关注。谈及育儿心得，霍启刚坦言，和孩子们不用讲大道理，多些陪伴和肯定。培养孩子的同理心，让他们懂得换位思考。我觉得不用讲这大条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条件啊各方面肯定比妈妈以前舒服的多了，尽量给他们机会去建立同理心，对吧？我不是说要他们特意的怎么吃苦，不是那个意思，但是起码他们成长过程中，他们有同理心，他们懂得换位思考。父母的参与很肯定是很重要的，进行很亲力亲为的去陪去教，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很珍贵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都很简单，你不需要什么那个很豪华的东西，对吧？有时候就是公园踩踩单车啊，就让他们自己做点三明治啊，自己做点那个。去那个野餐，就这很简单的东西，他们这些反而可能记忆更深一点。